大家好，我是少葵悠悠，我是胡大玉班的成员之一。平常兴趣大概就是创作、唱歌、弹琴，当然免除不了就是打电动、玩游戏。至于我的理想型，就是一个可以 carry 我的大姐姐。大家一起快来遇见神州，遇见对的人吧！